少卿日前被拍到和一名留着短发发型的熟女回家，不过引发各界关注的是，这个女子的身份并不是在2006年和她结婚的老婆谭小诗。画面曝光后引发外界揣测，质疑她是不是出轨劈腿，立刻在网络上引起热议。对此，她最近在社群平台亲自针对这件事件发声了。她17日凌晨在脸书发文表示，若干年前的今天，我已经和平签字了，正是自己和结婚多年的老婆谭小诗，在几年前已经正式签字离婚，结束双方多年的婚姻关系。天文一出，他的大批粉丝纷纷涌入留言区为他加油打气，留言写下宋老师加油，我会继续期待您未来的演出，人生的一个坎过了就好，粉丝都希望他可以加油，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啊。